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四月二四公视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珠。先请先来关心，今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只有医疗寒冬药风波继续扩大，昨昏是五十人，今日会正出名的 COCO 马中标。经济部今日宣布，高雄地区五月四号开始进入降水五天、停两天的第三阶段民生限制。淡水云门剧场今日正式开幕，开幕的作品是《云门二春斗2015》。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南部的水情无乐观，尤其降水后大高雄地区民生用水的高坪溪，即马是愈来愈大。经济部今日宣布，高雄地区五月四号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民生限水，也就是降水五天停两天，估计超过250万人受到影响。看到供应大高雄地区民生用水的高坪溪流量立即扩建，为此经济部召开矿化会议评估，最后决定高雄将在五月启动史上第一摆的三阶限水。从五月四号开始来实施第三阶段的公务停二的限水措施。高雄地区五月四号正式启动三阶限水，将比较石门水湾区三阶限水措施，经过停止的方式，估计会当省160,000吨水。不过这一摆限水影响的人数未少，将近250,000人。那高雄是同一个全区同时啊，一个礼拜里面会有两天限水。周末不一定是在周末。我们会尽量避开周末。高雄地区限水，工业用户也受到冲击，拢总有3565户业者受到影响，其中用水大户有561户，现阶段维持水量减降10%。那这大户里面的中钢、中油、炼油厂，还有台塑这几个大厂。基本上都是由凤山水库的供水区来供水，所以它是的限水范围是10%的减供，影响是不大的。南部淡水唔但是高雄台南南化水库水位继续探底，加上国外支援高雄地区用水，目前维持二阶限水。不过，加用水大户减降10%，非工业用水大户减降20%，生产业者减降40%。台南什么时阵底底启动第三阶段限水，真受到关注。经济部表示，相近将在五月四号中央矿化会议都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手摇饮料含农药的风波，即马继续扩大。昨昏是五十人，今日连家出名饮料店 COCO 嘛掉标，因主动通报讲，因用的茶甲五十人的四季春茶是同一间的供应商，所以按今日开始，茶相关的饮料因先无买卖。各地风波继续烧，先是英格兰，再来是五十兰吃茶小铺，即马连 COCO 都客也拢受到影响。咱台连锁店 COCO 都客，即个四号主动向新北市卫生局通报，旗下闲情鲜品系列的四季清茶，地销来源甲五十兰是同一间的台南市供应商，相关的饮料伫前一天已经采取无风险自主回收。芋头奶茶等九款，COCO 都已经全面暂停贩售了。对饮料含农药风波继续扩大，台北市卫生局也邀请13间的连锁业者进行提案会议。经过两点外钟的讨论后，决定茶叶检验应该由业者家己来把关，而且13间的业者也拢同意加入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将饮料食材来源、质量、甲检验报告这些资讯全部拢让消费者知影。餐饮业者总公司这部分，我们要求他定期抽测跟抽验。那以往不是每一家业者都有这么做，我们要求。总公司这边要抽验，带了哪些资料来帮？当然就是自主检验相关的资料是有的。哪些品项？所有的品项。来源的产地部分也有带来。你都有交代这样。产地是肯定会有了。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直到四号再去接到 COCO 都客通报了后，并无证实农药有超标问题，不过后续会抽验，相近一礼拜了后，检验报告才会出来。台北市卫生局也随即抽验五十人的黄金、乌龙茶等其他五项茶叶的原料，然后结果都会马上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饮料店封检出农药残留，行政营销部署也针对全国的早餐店进行抽查，结果发现不少店头因的食材都封检出有动物用药，严重超过标准。出问题这早餐店不少都是很出名的连锁早餐店，店头因是化冤枉哦，讲因自己也是受害者。动物科的医生是讲，这食虫子长期吃到可能会伤肝伤腰子。虽然被点名早餐品项大肠杆菌超标，也毋过台中顶级早餐店肉蛋吐司也是吸引了用餐的民众，大概几分大嘴食。它、会不会比较少开始呢？应该会。还好还好，怎么做？
没有，就很少吃啊，好吃就好。对检查结果，店家无愿意提供。另外一间出问题，就是这间美村路上的阿宝美村早餐店，被抽验的四个品项中有三家无符合规定，其中两个品项也被检出大肠杆菌含量超标，拢是事先做好的三明治，店家已经将三明治摕落来。有时候我们拿出去的时候，如果说感染到污染源或者是一些细菌的话，其实也有可能。啊，只是说我们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干脆就一律现点现做。这间天美中西早餐店也被验出，近年来含有动物用药残留，包括骨糖油、奶卡巴金、加马杜拉霉菌。不过业者一直讲家己嘛是受害者。又不是我自己养的鸡，我怎么知道蛋有问题？而且我买的都是合格的厂商啊，那政府在干嘛啊？不用自己把关吗？都有专家讲，包括奶卡巴金、加马杜拉霉菌等杀菌剂，拢是用来去毒甲型糖甲烷糖。依规定，鸡卵未当检出。那讲长期食，可能会对肝甲腰子造成负担。每次蛋都有一些抗生素残留的话，我们就担心啊，担心长久会不会有累积有器官的伤害，还是担心啊。不过如果说是微量化，还是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哦。医师表示，这些动物用药因为是水溶性，会当加啉滚水来代谢。本地卵分别来自彰化和南投，除了依靠予当地卫生局之外，台中市卫生局也要求需要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日前，杨佑宁因为网络霸凌自杀，引起大家重视网络霸凌这问题。自动福利联盟也捌做过调查，发现一成二的青少年捌受过网络霸凌。教育部长即马嘛表示，伊支持立法来规范网络霸凌。网络智慧型手机也真普遍，青少年嘛常常透过社群的网站，也是游戏的开讲室来发表言论。二号联名嘛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有将近两成的囡仔捌伫网络观点用假名批评，也是骂人。有四成嘛捌对这种的言论留话，也是暗赞，成为霸凌的方向。有一成二亲身捌受过网络霸凌。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封锁他吧，跟老师讲，或是跟家长讲，告他们。有真侪青少年除了上课，就是耍手机啊，有合家好友，网络伦理跟素养的教育应该自细汉的开始。8岁到18岁的年轻人，他有53小时是用智慧型手机上网，随处可以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经意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我们现在甚至在学龄前，我们就提前预防。那在国小，我们很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安全，甚至网络安全的概念，能够纳入到目前的资讯课或者是一些社会课。面对网络假名霸凌的外方，教育部长郭淑华嘛表态支持立法规范。赞成来订定一个适当的法律架构，来规范跟约束这个在网络上所有的行为。遇到网络霸凌，专家建议，除了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来阻止这种不当的行为，也可以透过心理辅导咨询来协助。目前也有一些民间团体可以接受民众的申诉。记者陈淑君、陈信龙、王维雄综合报道。继续在地消息来关心，即马是安的问题，一直变，连水拢有乌心火。这是高雄一间卖水的业者，因违法去抽地下水、偷合法的水，结果讲因这水哦是中央山脉来的泉水，这水拢是卖到企业一个百货公司，负责人洪散发班，姓陈的头家阿母，一个伊后生三个人拢洪交保。检察官会同卫生单位禁止这间玻璃企业行要找出因生产的包装水，水位倒回来，结果真实空间内底一支大水管直接为地下抽水，业者根本是违法抽地下水来卖。他们以这个深水井，自民国100年起开始从这个井里面那抽水，抽取地下水，混杂在部分合法有水源来源许可的这个水里面。现场的水有高涨。不管是叫玻璃井水，也是矿泉水，拢强调是来自中央山脉深层的泉水。一桶16公升的水卖65到80元，为民国101年到即马，利润超过4600万。以每桶16公升的方式来贩售，每天贩售500桶，那每月的营业额超过新台币120万元以上。因为工厂无申请登记，检方查到了后马上查封。负责人陈宗庆、翁某甲后生也以10万块到30万块不定来交保。负责人也阁认为家己买是好水，因为当初不合没有办法申请，就没有办法申请水钱，是遗憾就是这一点。其实我用地下水，很多是用地下水再经过流程变成RO的。
因为高屏地区超过2万间企业客户甲百货公司，拢向普利企业行买水，卫生局已经抽检水质，一礼拜了后才知影这水对人体是不是有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台东，去年七月份，吼麦德姆洪灾扫掉的台东金城武术，经过手术断筋了后，即马活过来呀。一本来的手艺，伫今日转来看，伊讲经过九个挂月，即马手啊恢复了袂歹。台东知名的金城武术，去年七月拄到麦德姆洪灾，被吹倒受重伤，登用公司请到日本游泳手艺山下德男前来诊断，手艺决定要修剪无必要的肌肉，并且开挖手头附近的土井，换上新鲜营养的土井。经过九个外围复健，山下德男得到回诊，金城武术已经发出真红的肌肉，而且开始结果。去年来た時も五年という話をしました。今のところそれが五年から先に伸びる。ことはないなというところは確信しました。救助人员一直用电管往头梁的卡土，试着将土拨松，会当让水分顺利的输送去颈部。讲到复原的情形，就医欢喜的讲，金城武术已经为九号病房转入一般的病房，但过也阁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那如果有下大雨，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棵树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科学的管理，可以把日后它整个浇水的情况，就把这个东西回报给乡公所来做记录，然后日后的这个维护管理的部分可以用比较正确的方法。这几摆山下德男来台，主要是针对金城武术的外皮水分、树叶的药合以及树根生长的情形做诊断。救治过程当中，要告被照民众好奇围观，可见金城武术虽然受伤，依然是魅力无减。记者综合报道。海洋大学伫咧昨昏举行临时校务会议，通过甲基隆高中申请改做海洋大学附属基隆高中的计划，上紧伫咧明年校招了后，就要正式改名。113个免试继续招生名额开放报名，规天干那来三个人，这是去年国教实施基隆高中的状况。国前一年高中是五专登记分化，基隆高中收300个学生，快超过一半。我们当然是要请基隆地区的孩子赶快要读基隆高中，但这是短多长空。就长远来看，我们的学生在北北基，学生上侪时阵要挖3000人，即马剩1200多人，就算是88年的历史，挑战是愈来愈大。基隆高中提出改立海洋大学计划，今年新通过23号海洋大学校务会议嘛通过。最重要是加强双边的教学资源的整合，双边老师大家互相的合作，教学上的互相合作，学生社团、体育活动，还有相关的设施的活动。扩大合作资源会当斗阵使用，提升竞争力。但是考虑校友的感情，调岗保留基隆高中的字，改做海大基中。那如果以后他改的话，那就找不到这所学校了。也很可惜，因为学校人数那么少，我觉得那个女生的话，应该不只是招待音乐班跟美术班，舞蹈班应该也要有。只要教育部核定，上紧明年后落了后改做海大之中，那是未来一部分比例学生会当直升大学，嘛会当降低少子化对招生的冲击。记者小新志明，嘉南报道。台东县长黄建廷过去做立委时，牵涉到一件收邮箱恐民上案件，被检方以贪污罪起诉。经过七年，今仔日一审宣判。不过法官认为贪污罪情不足，只以违反会计法财报不实，判伊6个月有期徒刑，会当一颗罚金。黄建廷因为无贪污罪，所以嘛无妨停职的问题。1995年，黄建廷被控担任立委期间，涉嫌收邮箱100万抗命信，关税退付回卫生署买药啊，或者是退还邮价，一个帮助邮箱以不实单啊逃走税。1997年之间，检方以贪污盗窃、商业会计法等罪，将黄建廷来起诉，具体修刑10年。台北地院经过7年审理，24号终审一审宣判，不过法官认为检方提供的证据不够。认定黄建廷无造成贪污盗窃罪，只以违反商会法财报不实罪，轻判1年，减为6个月，应一颗罚金。帮助逃漏税的金额非常的事证明确，应当要予以严惩，并斟酌被告黄建廷犯后态度狡辞、挟持狡辩、未知悔悟，因此量处如主任所示之刑。
案件庭在一审判刑结果了后回应，强调这案件拖甚久，即马一审判了就好，会甲律师研究了后，佮决定是毋是要上诉。我在跟律师研究看要不要上诉，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根本也没那个问题。案件庭案件证据，伫案件经过一审关切。法官论调，气焊立法院查证等因素，造成延迟近十年。案件经过六年，今年还搁在准备程序当中。吴伯怀心理经过，引发各界真侪批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因为议长选举毁选被起诉，台南市长赖清德宣布讲伊拒绝乌金，所以伊无要去议会开会。今日李全教是大动作来台北开记者会，骂赖清德。危险乱政，罗清德一时回应，李全教则是台南民主的建设大。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特别北上，甲立法院开国际记者会，交何素勇用英文谴责台南市长罗清德，要被这议会开会造成议事停止，也指控罗清德对伊进行政治迫害。赖清德，他用庞大的行政资源跟他的行政职位笼络。司法官用政治力结合司法迫害监督他的议长。李全教话讲甲真激动，指控罗清德两媒体主管对伊霸凌挖恶，批评罗清德根本就是台南皇帝。李刚这时间，在国民党市议员的陪伴之下，二十多位民众到台南地检署市联控告，指罗清德带头违法无入议会接受民选议员监督。尽快开会，把一些该有的社会福利，还有一些应该审查的东西，把它完成，不要说一直延宕，让我们的社会福利都一直停在那边。面对民众抗议，甲李全教大力反击，赖清德强调，李全教的议员甲市长选举双双贿选被起诉，批评李全教是台南民主体制，坚持只要李全教司法不清楚进程，绝对唔就机会。所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了，与市府所有的同仁没有关系。另外我也讲得非常清楚，在李全教司法没有厘清之前，我不会进入议会，这个态度不会改变。罗清德态度强硬，李全教再度发威，只要罗清德来开会，愿意将愤怒甲情绪放一边，随时开会。罗清德甲李全教两个人一直对立，也好在人气复会，继续陷入了难解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增加所在教育，教育部长吴淑华到云林的学校参访，伊今日讲，云林虽然有一挂偏向增加学校，资源无多些学校遮尔济，不过自然资源甲文化拢真丰富，真适合发展多元的教育。在小朋友带领下，教育部长吴淑华亲手种下大冬啊，详细谈到学生啊，到咱农园，因为这青菜都是学校学生亲手栽种的，有时阁会定期提供学校营养午餐来使用。有玉米和姜黄和菜，就只有这些。还有要照顾它的时候，要很用心的照顾它，那就会慢慢的长大。像今天部长来体验的这个垦地社区的一个风味餐，就是我们学校跟结合社区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啊。除了是说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以外，也可以促进我们现在农村形态的一个改变。为了要更加了解偏向教育，教育部长吴淑华来到国林馆进行参访。强调虽然国林馆有真侪小校，资源不如多位学校遐尼多，但在地所有的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真适合多元性的发展。他们让同学们能够亲自的体会农夫的生活，而且能够学到很多跟农业有关的基本的知识，不仅仅是能够有一技之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学习站在土地上。除了项目是让教育推广。部长吴淑华嘛来到好位龙岗继续学校参访，伊强调继续学生还是实做重要性，也希望各级学校和科大学校资源会当互相交流，再透过产学合作来提高在地就业比例。记者黄文玲报道。经过七年的时间，企业淡水云门剧场今日正式开幕，把以云门二的作品《春斗2015》来当作开幕的作品，今嘛咱就做回来看。位于淡水的云门剧场二十四号正式开幕，由云门二的少年舞者带来全新的舞作《春斗2015》作为剧场开幕的第一场演出。我们开台，同时也开启了我们面对期待来承担新责任的新的旅程。年轻的朋友在这里，
成长，做出厉害的作品，把台湾的表演艺术带到辉煌的境界。刘秀海建筑也甲周边的自然风景真合，是分盟局长的主要建筑。在一点五公顷的区域内，也阁有会议餐厅以及大厨书房，保留原本仰光建筑的结构，规划出用餐外头空间。1998年开始，我们跟云门一起来走入出餐法，也为我们国家开启了头一个文化艺术的这一个领域走进了出餐法，这个文化界开启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云门局长是全台第一个由政府甲民间合作兴建的局长 BOT 案，也是云门五级创团到今嘛42年，有诶固定的新厝，未来会甲搁较侪艺术家合作，让这个空间成为培育艺术的所在，迎接搁较侪40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智利的南部安静了半世纪的卡尔布科火山，拜三开始两届爆发，真惊人。当地政府赶紧疏散附近5000人。落下来火山灰是地海面体车库，嘛吹向阿根廷，规个是硬砰砰，学校关起来，学校停课，飞行机场嘛暂时关起来。透过熟悉了解观察，红吉吉的火山岩浆和火山浮云一直变冲起的天顶，周边也搁伴随着细纳光束，经常予人是真惊吓。位于智利南部的卡尔布科火山，当地时间拜四日出前二度喷发，后一摆喷发是伫拜三的尾仔晚6点左右，将近15公尺高的火山浮云被光了风也搁较惊人，需要大量落下来火山灰将附近山顶一万年拢砍掉的。离火山只有15公里的恩萨纳达，甚至有放射出。屋顶袂空的火山灰附下被地海，内底车伫要被沙土带去，地震的同时，还阁岩石顺着火山壁连落来。智利当局伫第一时间发出红色警戒，将方圆20公里内的居民紧急疏散。这里总统巴塞莱拜是特别到火山附近的城市蒙特港慰问灾民，加在目前并无传出人员伤亡。也不过火山灰随着东北风吹向阿根廷，离火山90公里远的一个小镇，同款出现玫瑰蒙尘，车辆砍头砍面，马路变成阿摩陀路的景象。能够受到影响的地区，学校宣布停课，航班也被迫取消。La primera vez que me encuentro vengo para acá y me encuentro con esta sorpresa que de la naturaleza nunca he visto。智利位于太平洋火山环内，上火山的数量只数一年。卡尔布科火山顶摆喷发是伫54年前，伊伫智利90个活火山中被列为三大上有潜在危险的火山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换心换肝这款的手术，大家应该拢听过。即马伫意大利哦，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伊讲伊已经有技术会当换头。俄罗斯有一个得罕见疾病30岁工程师，知影家己活无偌久啊，所以决定来接受这个头部移植的实验。坐着电动轮椅伫客厅甲书房来来去去，有时阵拍电脑就忙碌，有时阵甲妈妈食饭开讲。对真侪人来讲，这是真平常的代志。不过30岁，史比里多诺夫知影，家己用安尼过日子的机会已经无多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英文缩写是 SMA， 是一种真罕见遗传基因的病。患者通常是活未过10几岁，所以意大利神经外科医师卡纳维洛要找找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志愿者。斯比里多诺夫认为，反正是死马当作是活马来医，试看卖也好。Я трезво оцениваю свои шансы.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операц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для мен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м шансом продолжить жизнь дальше.Ну и в крайне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этого не случится, то я буду осознавать, что мы создали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данных после этой операции, которые помогут будущим врачам делать такие вещи успешно. 经过卡纳维洛医师的讲法，患者麻醉了后，头部要先降温到10度到15度，随即先切断血管甲神经的组织，将患者头部移植到新的身体顶面，接好血管了后15分钟。头部会重新纳入血液循环。卡纳维洛表示，过手术完成可能需要18到14点钟。伊有信心能组成150人的优秀医疗团队来接着完成这个手术。Russia sent Yuri Gagarin into space
with fair chances of dying. America sent Neil Armstrong to the moon with fair chances of dying. And the chances here are much, much better. 不过，除了美国医学界以违反医疗伦理为理由，强烈批评卡纳维诺，俄罗斯甲欧盟的法律也禁止这类的手术。卡纳维诺对此表示，伊正努力学中文，希望能说服中国政府可以完成这项创新的手术，有算自2016年能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温度，先来看在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27度。在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高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高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高57度。在广岛，上低15度，上高1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家有13家的业者哈，他有不合格的情形。然后我们这次也抽查了15间的连锁业者，那其中就有8间的连锁业者哈，他有不合格的情形。有关这个死者家属他在这个媒体所述的这些内容，那检察官会先来做这个了解，是不是有涉及到其他的刑事犯罪？检察官会了解之后再来做一个侦办。现场发现他有多个批号的茶叶是混在一起贩卖，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厘清到底他是哪一批货，因为他混得太厉害，所以我们全部封存下来。First, let us stand for a minute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not just of the last week, but of the 2000 before them too.变身超级玛丽，勇往直前。我要跑马拉松。我要在大海里悠游。2015青少年行动微电影创作营，欢迎13到18岁的青少年朋友提出如果今天不用上学的拍片构想。花莲场5月20日截止报名，完全免费。报名请上公示网站。